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饱，我是 Dana。 那其实前一个月呢，我都是在适应学校的生活，然后还有就是同学们啊，还有课程，因为其实研究所课程压力很大，然后因为我毕竟自己不是商科毕业的，所以就有蛮多东西需要去适应的，然后还有搬家等等的事情，然后就想说 OK， 一个月过了，是时候应该要好好的来拍片。我觉得今天应该会蛮有趣的，就是我等一下会去跟我的西班牙室友见面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去买东西，就买我们采买我们的家具等等的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跟巴西的室友一起去吃饭，然后是吃一间巴西的餐厅。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可不可以拍片，然后他们就说当然可以啊，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记者，然后他们其实都很习惯镜头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。那今天的生活应该会蛮有趣的，但是我痘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颗呢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有点迟到，但是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着，毕竟我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穿衣服穿搭的人，所以今天的穿衣服穿搭就是 Zara 的Zara 的衣服配一个我在澳洲买的小碎花裙，红色。好的，那就这样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 We are going to Kmart. Yeah, I'm super happy. Let's go. 我们刚买完了我们的床单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逛超市，在酷。好的，我们刚买了超级多东西的，超扯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欧拉利亚。Too much stuff. Yes, too much.大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好，下面是我的区，就是有点一团乱，那上面是那个西班牙室友，这几乎都是他今天买的。我买了一个热巧克力，冰箱的部分我买了绞肉，然后就做意大利面的，西班牙的室友跟我讲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猪肉的部分，然后上面是西班牙的室友，最上面是巴西室友的。Because it's very cold and I just love this jumper. It's not that cold.
Just really zoning. Not bad. Good work. Yeah. I have never tried Brazilian food. You have to come.